在西老街里面的西南老街，当时年间的板门飘香永春香哦。这边呢就是这个老街了，就是在台湾这边的老街呢，很多都是在日治时期的建造的，都是了在建成的时候了，已经在那好像是行政商圈呢，跟很多台湾其他的老街一样，都是可以进进出出的。今天是平日，所以呢人就比较少了。啊，很漂亮啊！是呢，它每一栋的那个花纹那个柱子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也留着那个时代的风貌。怎么将这些古旧的东西活化？变活也是一个学问呐。开箱小说，中山路，那找中山路了不太好找的，因为台湾到处都是中山路啊，所以你到时候人家说。我现在在中山路，那是没有什么用的。浮生、永春、翠田呢、啊？那个是有故事馆的小学堂，电子专门店。献祭、红堂、屯地吧、修管中，哇，这个商行，哇，很赞嘞，很喜欢这些建筑物，叫达成商行，啊，这是只剩下牌那个表面了，后面的已经都没有了。去，显然呢，就是你后面呢要保育的话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那一方面保育，一方面要能做生意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这边的建筑呢，也是很有特色的。上一次其实我没有来播，但是因为是在傍晚，所以就是看不到里面真实的情况。这个应该是日治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吧。那是历史馆，变的是长途车。哦，这个六叶市故事馆。它是一形象商圈，旧的书店、豆干、古早面，Max Factor 麦斯佛陀。
一声声，声行。水果店，豆品。我求。很可爱吗？就是这个中央公园，金刚花生、豆干、小尖豆花。人手做卖呀，挺好的。好，继续看。豆干豆腐乳的。万归35块，大概再来吃一下。黄糖，下去，红烧饼。哇，真的爆炸了！哇哦，现爆馅饼哦，豆腐、菜鸡、麦芽、花生糖，还是现做的。给大家公司。哇，竞争很激烈。妈妈小吃店，木器的鸡蛋糕。生糖、黑蒜、蒜片，大龟，哇，金城豆干，啊，一定要吃豆干哦。月光饼、猪脚、拿破仑汤、三片、蟹肉干。绵绵冰、
不过这种天气呢，吃的面饼好像有点冷。但现在是2月了，已经。金门的蚵仔煎哦。绵绵冰也干脆没有开耶，花生卷冰淇淋，客家麻薯，中国糕点的传统的糕点，现做的。九层跟客家的甜点啊，焦糖，麻花卷，花卷啊，手工凉糕。来到这个公园哦，嗯，没有了哦。那你如果你也喜欢吃豆干啊，那个花生糖，还有万龟。广式肠粉的朋友了，就一定要来大四老街咯。